我马上好，马上好，你们可以先去，你们可以先先去先去，开开开开，哎，我等下传你们就行了。威力大了。你不要打几，你不要打几发就换子弹，他这个阵令开起来之后，那个会直接换整个弹夹的子弹。为什么要五阵令啊？对呀，经验这你玩明白了，不是不缺经验呀，你现在加速自己退坑时间了，那你1000级还能太刷什恐怖么？了。不缺这个所谓的二级经验呀。省点用。不难依旧不该。来，撤回来。看到玩家他的。你往前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。我操！我进来我是工具人吧？我是啊。这么猛吗？你卡完 bug 就是猛男，真的。我才是猛男，七步往前走，然后再加个差点把我干死。还没甲，太那个不要往前面冲太多，靠的影响大。我怎么 COD 是个玩家是吧？对，我不用回血。哎，我怎么又没甲了？一下又少一半甲。我都靠的眼睛。不，没怪摸我就少一半甲，我刚打完甲包。来，你再往前面推一点。然后触发怪，我们就在后面这里狙击。找好掩体，各位找好掩体。然后，还有兵是吧？林黛玉回来，回来，林黛玉回来。车不会死了，要死了。火焰体死不了。叫你玩我，叫你玩我。走。我跟你讲，叫我有一把出来了吧，真的。我都不好说什么了，出不了。暴击伤害17.0。哎呦，关服了。六分钟应该足够了吧？这流可高。不行，右边。秒了，秒了。被秒了。你打一下。流血，流血死了。嗯。这会十八杀的会让人流血，我怎么不知道？金狗流血啊！金狗机枪狗打炸流血，是吗？我操！不然你怎么死的？来，开门之后回来，靠着掩体打。哎，我以为这东西只会放电，你知道吧？不用，这上来打就了。知道有拿机枪冲锋枪，啊，都一样。全打林黛玉身上了。没事儿，我输出呢，我输出呢。他一快输出，不算是。靠！一下少一半子弹，太难。神点点射点射，这都什么枪？弄把十三一打吧。不要。用步枪打这个本是最爽的，非常神子，非常神子弹。好了，准备了。可问题是小怪，加持不了对面，问题不可能吧？不用加持啊，扫就完事了，反正就一发的事情。这里都有很多补子弹的地方，不用担心。海盗兵又来了，不是你跟我一起上啊？行动完成。国会吧。对，应该是国会。一路很早就完事儿。没怎么玩的，真的。我靠！什么东西？该死的还是要死的。不是，这也没狗啊。吉祥哥。也没有吉祥哥，没有吉祥哥，我突然就没了。你就是突然就没了呀，很正常。这就是现在我们所有人都是这就是传奇啊！你之前没打过传奇，然后现在就是让你体验一下传奇。好是不是，这主要问题是我是怎么死的？我想知道怎么死的。你带的完美玻璃炮吗？没。啊？
反正这个子弹判定好牛逼。哦，有狙，一枪一定死。靠，又见我。这就是街舞。这样个喷火，给我扔个喷火，姐姐。哎，不用，待会就清完怪了。不是，我想打两枪，这么爽的事儿，基本上，这是突然是不是传奇吧？真的，这么爽的事儿就遇不到了。马上你就遇不到了，还有最后十三分钟的体验时间。对。哎，这里没子弹。别杀了。子弹在后面啊！嘿，来，过来，没子弹的过来。打，够了，二十。不用了，这枪够用。三发弹药呢？下面有过。这个图我很熟，不知道哪里有子弹来。有的。其实我觉得吧，玉璧的黑是就是这样的模式，就是高伤害、高伤害、高受伤那种模式，真的。那可以来个这么一玩意儿。你还好吗？我不好。为什么呢？哟，我痛，我好痛。我都跪下了。你哪儿痛？哪里痛？哪儿痛？这是浑身都痛。我浑身难受。那先上广场了。那个前面找好掩体，会有很多榴弹哥什么的，一下子。对呀、啊，一般来讲浑身痛是又老好像是肌肉乏累酸痛什么的，应该是。打个包。他妈子弹扔了吧。出吗？妈，你们一个都没甲。放心，我是生存玩家，我打了你。就是我，感情了呀，两连电是不是？说了呀，被枪打下就死了。不是他专门练我，好吧？我出红了，应该是无情。哦，哎，我死了。别，你们有必要的话撤回来。靠。感觉要灭了，有必要的话撤回来，撤到里面来，撤回补弹药的地方。灭了，撤回补弹药的地方。那个人呢？那个死人哪？我来扶。没事，不用扶。哎，不用扶，先自己打。不用扶。屋顶不好找。能扶就。待会有只狗。妈的！爸，来接老头儿。别开！哎，我治不了你了，我今天。来拉一下。拉他妈！别着急，还有十分钟，再小心点儿，我估计快完不成了，我估计是。完成应该是可以，那边。只要裂开了就完不成了。只要灭一次就完不成了。哦，无情。真的是无情。小尾蛇。啥都没有。不是小尾蛇。我要。我还没有，我自己都没有小尾蛇。开始伸手。不要。单门呗。我自己都没有小尾蛇。我懒，我不想打那个国家的那个。你们需要一个很莽很莽的刀兵，那就是我。从哪儿抓怪来？出来！哎呦我操！左边。好，就完事了。好，就完事了。好，这边一波怪，哎，榴弹。没了，恐怖啊！谁开的五征令？真的，我也不知道谁开的。那谁开的五征令？体验一下传奇五征令，多 happy！ 有种你不开 bug， 你去体验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太真实了，当然不难。来，准备开，出门遇见爱。我觉得一是。我从左边。各位，如果关键是各位，如果你被封了，咋玩什么？被封之后，我觉得这很快就会被退分吧，因为毕竟已经打了。哎，记得把无人机先清一下，这个还有子弹。好的，我被电到。哪有无人机？来，哪有无人机？无人机啊！看到吗？自爆无人机。看到了。自爆无人机。看到了。一定杀人。先清。那些刷无人机出来把自己炸死了。小心右边会刷怪。看到了。没事，快打完了，应该还有八分钟来得及。全境封锁真实体验是吗？终于体会到设定码这一枪一个什么感觉。
叛变特工。对，我靠 ，Tell me， 走，快快快快，我掉了个绿钟。还有138。Nice。我连步枪都没一个好的，我能说点什么？你当时没卡箱子吗？卡箱子至少稳定有一个吧。卡什么箱子？不是卡箱不是已经修了吗？卡箱子不是已经？之前没修之前。嗯。没有这些它也不出红的呀，就全是全是步枪。对啊 ，M 一三一打。哎，有没有？快走！我有。EMP 呢 ？EMP 是什么？好吧 ，EMP 用。来来来。行了，我直接扫就行了。直接秒狗啊！靠！秒了呀！胖子的呀！胖子在右边会出，然后左边也会出。胖子看到看到左边的门口。M16AR。左边的门口和右边的门口都要有人看。啊，看了。我出来秒死了，右边出胖子，我记得右边出胖子，右边的胖子是右边出胖子，左边弃城了。有特殊子弹的，有特殊子弹的，右边胖子。完了，还有一只。搞定了吗？那爬一下吧。搞定了。OK。不对，还有杂兵。走。哇哦，这红我真好用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走，幸亏撇这个雷，还有六分钟，还有六分钟啊！够了，分钟，千万不要浪费时间。我谁次都够了。啊，这是 boss 房啊。对 ，boss 房稳定存档，存档，他存档。Go go go！ 妈，看你们甲都不满。这也是唯一一次能打英雄五边令的吧？在非原地的情况下。他流弹直接往我脸上轰，哼，体会我感受了吧？体会到了吧？两发狙往我身，电磁往我身上狙，变态！早跟你说这感觉了，你还不信，还说什么真实体验？你自己体验到了吧？左边点怪人呢？真实左边呀、啊，你一直看雷达的，我看到左边了，问题是我换子弹呢。雷达我觉得我直接看了也没用，职业玩家我怕什么？我试下来，直接秒了，暴走男，脸下来，打了红路，好吧，一个红都没有，没有，一个红都没有，确实，没看到，垃圾，这就是传奇本吗？可真是容易呢，没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